首先将留白媒介适量倒入调色盘中，用较干燥的毛笔蘸取使用，以免稀释。视频中使用的是生宣纸进行示范，本产品适用于生宣和半生熟宣纸。梳化完成后静置待其充分晾干，我们将墨汁倒入另一个调色盘中，用毛刷搅匀并饱蘸。产品对墨汁无特殊要求，普通墨汁均可使用。注意此时将充分晾干的画纸翻面，用毛刷均匀涂抹整张画纸的背面。涂抹时注意力度把握，勿将画纸磨破。涂抹均匀后待其充分晾干，晾干后把画纸翻面，效果自然呈现。此时可在留白处盖上印章。让我们来看看留白媒介的细节效果。我们还可在留白处进行上色晕染处理。留白媒介解决了传统绘画中留白难的问题，在生宣纸或半熟宣纸上勾画，干后在背面用墨或颜色上色，墨和颜色不会像用留白媒介的地方侵色，达到留白效果。在掌握留白媒介的特性后，配合墨汁或国画颜料使用，按自己的风格与技法进行发挥，可达到妙趣横生之意境。